知道规则吗？队长准备好了吗？双方采取拳套，开始。打不过旅长的，开什么玩笑？有毅力是好事，但是该认输的时候一定要认输。赢中好汉没有什么意义，关键是，你得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并且要付之于努力，这才最重要，明白吗？我不会认输。行不行了你？脑子两粒。张能量，医务兵。张能量，你没事吧？旅长当年还是连长的时候，有一次夜里执行抢险任务，当时新兵连有一个兵不小心掉到一个大坑里去了，当时旅长二话没说跳下去，当时他韧带撕裂，但就是那样还让这个新兵踩在他的肩上爬上去了。后来旅长腿上就留下了老伤。你今天不偏不正，正好踢在他老伤上面。当年旅长救的那个新兵姓牛，
叫牛努力。喝这么多呀？行了，啊，别喝了，你照顾好我爸啊。哎，这包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是王小旺的没穿。别让我不放心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个王小旺和拉强东了。不是他俩这斜行包怎么都装备好了？他俩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不知道。哎，谁叫我那边？我叫你，谁叫你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王小旺，到！你找什么呢？你的包在这儿呢。你们俩什么情况啊？这是退兵了，连夜遣送回家。哎，排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能被退兵吗？这张亮亮还在这里。你说人家干什么？你俩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听说这一两天有紧急拉练吧。然后王小旺吧，他怕来不及，就提前把这包给准备好了。嗯，你呢？我也一样，我怕我老来不及，所以就提前准备好了。这不节省时间吗？也不挡大伙儿时间，这多好啊！你看这两个人，你看人家很有集体荣誉感，怕拖后腿，啊，知道提前准备。那你们俩把包背上吧。是，是。以后啊，别耍小聪明，就这么睡吧，今晚。是，我就是想证明，像我们这帮新兵蛋子一样可以腰揣手机，超越你们这帮老兵。我告诉你，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加油！但是该认输的时候一定要认输，赢正好还没有什么意义。不会认输。你爷爷现在正开着坦克冲锋陷阵呢，在前线。一回头，孙子没了。当逃兵了。当年旅长救的那个新兵姓牛，叫牛努力。瞧这什么颜色的？报告，白色。你来错地方了，你不配当一个兵。大哥，救命！救命！听说这一两天有紧急拉练吧？老王小旺吧，他怕来不及，就紧急拉练吧。紧急集合！紧急集合！紧急集合！集合了，集合了，快！快！走！快点，快点！紧急集合！快点，快！着火！快！
开始看，预备，保住，一二三三五六七八九，牛排长，哎，司班长你怎么回事？集合哨没听见吗？排长，紧急集合了。废话，我没听见集合哨啊。我也没有听见啊。啊？三班长，到。你听见集合哨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带着你们班人怎么跑出来了？我看你们一班往外跑，我们也就跟着往外跑了。不，你们上面的人听见没有？没有。那谁喊的紧急集合呀？紧急集合。谁？谁？谁喊的？班长。谁喊的？班长，没有。我刚才做梦梦到紧急集合了。你梦着怎么了？然后呢？我好像喊了一嗓子。哎呀！我梦见你这鬼呀！我这吓死我了！哎，吓死！都回去了吧？回去睡觉，回去睡觉，再回。孩子，三十秒啊！快！哎呦！好你！哎呦！快快快！十秒啊！快快快！啊！继续！继续！哎呀！停！快点站好了。王小旺，到！你看女兵那个劲头哪去了？还给你累那个熊样，还看？看女兵又不费力气，想想人家怎么看你。报告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班长，你不能老压着我们青春荷尔蒙啊！我这内心的小宇宙都要爆发了。我看你快爆炸了，你。荷尔蒙，你荷尔蒙在哪儿呢？浑身上下热血沸腾，首战用火，用火必胜，俯卧撑五十，是。多少个？报告班长，我这个身体素质吧，你有进步。是，就是在训练当中是有所提高，但是我今天吧，我主要还是困。所以我不能很好的就体会这个动作，我都是昨天张能量那一嗓子搞得我就没睡好。昨天别再说了啊，昨天晚上那事儿是个乌龙。但你们得提高警惕啊，新兵连随时紧急拉练，不准给我掉链子。在部队，起来吧。啊，是。部队里边训练成绩是王道，其他都是扯淡。报告班长，像你现在是士官了，可以谈恋爱了不？你怎么这脑子就想这事儿呢？谈了恋爱？我没有女朋友，谈什么恋爱？部队事儿那么多，哪有时间谈恋爱？报告，牛班长，你女朋友来了。你们是德云社的呀？千真万确，亲口说的。于大连，到。原地休息十分钟。是。之后再加个五公里。呀，你说是我女朋友，不太合适啊！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这方案不行，等我回去再说。不说是你女朋友，我怎么进来啊？哎，进去就站着说吧。门卫说了，只有亲属才能进，我能怎么办？哎，
我叫叶小俊，这回知道了吧？有事说吧。你们部队的人昨天来找我，修车的处理结果我很满意，照相机也还给我了，但是相机里的内存卡被你们部队没收了，那里有我十几天的心血，现在客户等着我交片儿。哎，你们说不给就不给了，凭什么呀？对呀，这是对的。作训期间嘛，部队的装备及其番号都是严格保密的，你就不应该拍，拍了必须没收，没有归还的道理。你别跟我讲那些大道理，我已经说了，那些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哎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我不聋，我听见了。部队的规定也很重要，请你务必理解。你回吧。哎，你这是把我打了是不是？你抢走相机的时候可是跟我说过有专职处理这件事儿，我才对呀、我才给你的。不是有人找你了吗？你快回吧。还有啊，不能说是我女朋友啊，这不合适，不合适。